这豹子师傅是有毒啊！这老板武功高强，咱们两个现在有伤在身，未必打得过他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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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臭小子，多危险呐！蒙汗药也下不准。这种勾当不是你老本行吗？你怎么不自己下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媳妇死得早，我懒得理你。 你就是瞅着我姐死得早，才不停的虐待我。跟我犟是不是？我打你！王锤，小孩还年轻，不要又打又骂的，好好调教。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孩子脾气很，不好好调教一下，他不听话呀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王锤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这包子还这么难吃啊？ 难吃？不应该呀！少主，远叔，好久不见。少主，我在这儿做了十几天的工，始终不见你来，外边各种传闻，我真的担心的很呐。让远叔担心了。此行虽然波折，但我已拿到降书。降书？ 54条人命，54条啊！我将这降书交给你，带去木山郡。这关乎到明家的清白，还有少主的前途。属下实在惶恐啊！若不是远叔带我出宫，哪里还有活着的冯熙？ 这天下没有第二个人有资格保管这降书。况且，我入京之后，陆远通和左相的人都会对付我，这降书在我手中并不安全。
少主交托重任，属下受了。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会邀你入京，共商大计。一切都听少主安排。少主。 全都拉到后院做肥料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难道不是拉去后厨做肉馅儿？姑娘，你误会了。嗯，慢一些。 我们这是猪肉包子，不是人肉包子。你开的不是黑店吗？我王锤啊，早年是开黑店的，从这儿一带到京城都是我的地盘。可惜我不戴眼识人，打劫到大人头上，被大人招安之后，我就跟着大人混了。你真的叫王锤？名字这个东西啊，真真假假的不重要。可自从跟了大人，我就没再打过劫。 大人给我钱开了这家店，我呢也娶了媳妇儿，过上了正经日子。这儿有好日子过，谁还打劫呀？冯熙怎么还不来？大人呢，在后厨叙旧呢。 你找我？是啊，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出来啊？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罢了。哦，王锤已经准备好酒菜，我们过去吧。好。叔叔，你回来了。哦，哎，叔叔，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叔叔不能偏心，也要帮我。好。哎呀。 哎呀呀呀！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呀，吃饭去啊！九儿，快，来来来，好好吃饭去啊！那两个孩子好像跟你很亲。姑娘，那两个孩子是我们大人偷养的私生子，您不介意吧？私生子？<笑>你听他说呢。姑娘有所不知，我们这福来客栈所有人呢，都受过大人的恩惠，大人对我们恩同再造，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。哎。 王哥言重了，能把这帮孩子照顾得这么妥帖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哎，应该的。世人都说你冯熙贪污受贿，吃人不吐骨头，原来你的贿金都用在这些地方了。不知我者骂我，我无所谓；知我者与我亲盖如故，我倒是心满意足。 这些年也交了不少真心朋友，汪哥就是其中之一。来，汪哥，这杯敬你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您怎么就成了通缉犯了？左相定是把千秋门伏击案、陆征明受伤算到了我的头上。我要火速回京都，澄清事实。 但左相说了谎，他压根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回去，所以回京都路上一定路障重重。此事我有办法。大人，潼关文牒，白云山，白岩氏夫妇，你怎么得到的？ 前段时间手痒，劫夫祭品了一把，得了一对富商夫妇的文牒，那就有劳夫人了。千秋门一里外草垛里发现了犬子的玉佩，还有一地的血，看来犬子。
我们这里是凶多吉少了，爱卿你放心。 主龙恩，站住！进吧，您进吧，文杰呢？站住！进吧，君爷，这么一大早就执勤，真是辛苦了。 君爷，我们夫妻二人在京都城内有个店，最近出了点事情，十万火急，需要回去看一下，还望通融啊。走吧，站住！进吧。夏夜既然安全了，那我们就此别过吧。 这里是右相府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哪有什么右相府，我们是来抓逃犯的。 不想死的就给我让开！冯相爷不在府中，要找他上别处去。在不在府中，眼见为实，我看了才清楚。侯爷，想搜相府可以，但我想先请问侯爷，可否有圣旨，亦或是大理寺的搜查文牒？冯熙是杀我儿子的真凶，到真凶家里搜查，天经地义。 在真相查明之前，这里依旧是右相府。如果侯爷就这样闯进去的话，也太不把国法律例放在眼里了吧。况且现在府中都是些妇孺家丁，我想侯爷也不想落得一个欺凌弱小之名吧。小女子说的不错，好，我可以不进去，但她必须出来。
狮子如今这般模样，并非是我所害，反而是我救了他。不是。 你手臂受伤，我给你带了点药。你怎么了？不碍事，皮外伤而已。你看你满头大汗的，肯定伤得不轻，我来给你擦点药。我都说了不碍事。
我只……上次你不顾性命的舍身相救，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直都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放开我！对，我是给你时间，要等你，但你就当我不守信用也好，我不想等了。我让你放开我，我不放。 我不管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就是不放。你放开我！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吗？好，我告诉你。 我不喜欢你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。风云，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子，你竟敢用假人证栽赃凤溪，还拉我下水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罪犯欺君？ 殿下息怒，老臣正是为了殿下，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为了我，你简直恬不知耻！ 这不是三皇子身边的女护卫吗？是，她叫青晓。
谋害争鸣的人是三皇子庞玉。此事再清楚不过了。既然侯爷只把接头一事告知过左相一人，而如今行刺的人却是三皇子的人，恐怕左相在套话之时就已经跟三皇子连成一线了。这庞玉一向不理朝政，而且为人清真孤戒，为何近来一反常态，而且和左相那帮人打成一片，抱成一团？再清高的人也经不住权力的诱惑，何况是地位。大印江山有庞洛之意，他这个未来的君主自然就坐不住了。他设下此局挑拨你我，好各个击破。哼，区区幼苗也敢和参天大树争长短，我看庞玉这个太子他是当不成了。侯爷，请听冯熙一句劝，早日离开京都为妙。为何？他庞玉害我明儿，这笔账我还没给他算呢。三皇子是陛下最器重的皇子，侯爷此时在京中，而大军却在离云，此时对三皇子下手凶多吉少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就这么算了？侯爷在京中犹如虎困牢笼，当务之急是如何脱笼而出。要我离开京都，恐怕需要一个由头。你把清晓交给我，我就给你个由头。挺准时的，出来吧。左相大人有何吩咐？哎，人都在店里吗？王锤和那大厨都在店里，只是我那赏钱……放心吧，亏待不了你。哎哎，臭小子，人呢？走。你，臭小子，怎么说我也是你姐夫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什么姐夫？你平时对我不是打就是骂，工钱还少，我连小赌一把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个小白眼狼啊你！带走。是。走，给我。少林带，你们要的人已经找到了。您看这说好的赏钱。姑娘，您的莲子羹。谢谢。哎，你给他吃什么了？就是他刚刚说不吃糖莲子，我不知道他反应会那么大。谁？谁？
人生世故，我却只有你这么一点点。不哭，不哭。冬月，你怎么来了也不通报一声？殿下，我是想来感谢殿下相救一事，但是又想到那日出言莽撞，愧对殿下。本来是想留书一封，以免打扰殿下。你太见外了，御风阁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。多谢殿下。殿下现在是否有药物在身？啊，一点杂物，你若有事的话，我的事晚点处理也无妨。倒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发现好久没跟殿下谈事论道了。这还不算重要的事啊，请。殿下果然守时啊。长话短说，臣想拜见殿下，应当登门拜访，可臣实在不想带着殿下的贴身侍卫。
别笑。杜月姐，你说你明明就放不下相爷，你为什么还要躲着他、瞒着他？是，我是放不下。人心海底针，看来我不退一把是不行了。